心满意足了。这是在哪儿啊，公公？两位是？这幅画怎么这么眼熟啊？哎，好像在哪儿见过。哎，这空空呢？难不成自己醒了，跑出去找我们了？有可能。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去张家一看便知。恩公在上，请受柏林一拜。啊，张公子，你这是作甚？多谢二位对余弟的搭救之恩呢。我还想跟您道歉，贵府的传家之宝在西鹤被欢喜娘娘给收回去了。啊，不妨事不妨事，只要能把余弟救出来，别说是一块石头，就是把我们整个张府都搭进去，我也不会皱一下眉头。哥，咱家的下人怎么都变成戏子了？阿欢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岑姑娘，我们现在还在画中。还在画中？不是早就出来了吗？我们第一次进入到张府的时候，是进入到了第一张画，然后见到了三步，就进入了第二张画。我们刚刚从第二张画出来，现在在第一张画中。哎呦，你都把我绕晕了。